坛经》第五章，宴席章第88节，蒸煮启示说：你们应当吃蒸煮安拉所供给你们的清蒸而佳美的食品，你们应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蒸煮安拉，作证词舍哈的旅游并探访收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中国大陆。这次我们要探访的目的地是同庆村庄，它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面250米。无论如何，我们很想看到同庆村庄或中国小卖家，它究竟有什么特殊或不同的，看一下它与同一省县里的其他村庄有什么不同。当我们走进这个村庄，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中国小卖家。在这里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遮盖羞耻的妇女经营清真食品的餐馆，以及售卖清真货物和食品的商店。不过我们也很想知道关于当地同庆阿语学院，为什么当地的居民非常热心支持这间学府。其实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我们看到这里的学习环境。自从1985年，沙地阿拉伯的吉达伊斯兰建设银行特别支援这所学校的建设，如今他成功地培养了2544位毕业生。他们精通阿拉伯语，他们之中400个人到国外继续深造，还有1557个人任教于宁夏和其他省县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另外185个人在大使馆和中国的阿拉伯人开办的公司任职为翻译员。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这种奋斗的精神。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语言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古兰经，启发对穆圣圣训集的了解，以及能够学习和掌握广泛的伊斯兰宗教学问。这个学校三这个毕业的一起是2544人，其中阿拉伯语毕业的近400人，他们分别在国外有些就业，有些呢在国内的沿海地区就业。这个一部分学生在宁夏的南部山区从事小学教育。除了学习阿拉伯语，这所学院的学生还学习电脑技能、美术和手工艺，以及其他学术性的课程，比如说历史、基础数学和英文。同庆村庄离开外界相当远，而且非常偏僻，后来当地区政府做了计划和采取行动，在20年前改变了整个环境。أنا مسلمة، والمسلمة يجب أن تدرس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هذا واجب لكل مسلم.
إذا تدرس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فتقرأ القرآن والحديث هذا قراءة القرآن هذا واجب لكل مسلم. فأختار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هذا ممتاز لي هذا ممتاز لنفسي. وأحب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قبل أختار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لا أعرف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هذا فرصة الله يعطيني. وأختار دراسة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أنا مسرور جدا وأنا الحمد لله. 我们回顾看一下。 重庆村庄，它看来好像是一个刚开始建起的乡村。然而，自几千年前，已经有超过50000人口的回族社会，他们大部分在宋朝迁入中国北部。其实，他们是跟随成吉思汗而要保卫蒙古人统治的元朝。 这座清真寺建于西元670年，它和以前伊斯兰宗教刚刚传入中国，有人们建起，而伊斯兰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对这座清真寺来说，它的大概建筑装饰都以中国明朝的时代为主，这包括。 以前以古兰经雕刻的大牌坊，而这牌坊位在大楼下，一直朝着楼梯，进入楼上主要的礼拜大厅。据说这座清真寺曾经是伊斯兰学者们的汇聚地，同时也是以前许多穆斯林人们实行集体礼的地方。这座清真寺的本土建筑装饰。 证明了伊斯兰宗教认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宁夏回族自治区得到中国黄河所带来的词汇。 而这条大河流经过的沈县镇中央，过了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干枯的原地，慢慢地变成一大片青绿的丰收的农作物。这当然改善了位在银川市郊外的大桥村庄的村民。王直先生是这村庄的村长。 他本人已经亲身领悟到这里的种种变化。以前，这里的农业活动非常有限，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水利灌输。而现今的情况有所改善，这里的农民充分地运用所有的园地。虽然其面积不大，不过经过农民的努力工作。 他们都能够获得非常可观的收获。这里的农民实行分工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工作方法，在每年轮流播种不同的农作物。在中国，所有的土地和田园都是属于国家的资产，而人民可以受批准。 长期地进行农作物活动。如果农民自己忽视了土地的用途，当地的地方政府有权收回它，可以另出租给其他的农民。这些有效的措施能够提高农作物的生产，同时也能充分地运用农业大地，不让它荒废。 寒冷的天气一到来，农民们就立刻做好精心的准备，尤其是清理和大扫除。
放好土地所需的肥料。这座小亭具备了由宁夏农业部分配给的加热器。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أولم يروا إلى الأرض كم أنبتنا فيها من كل زوج كريم إن في ذلك لآية وما كان أكثرهم مؤمنين Yang bermaksud, dan apakah mereka tidak memperhatikan bumi? Berapakah banyaknya kami tumbuhkan di bumi itu pelbagai macam tumbuh-tumbuhan yang baik? Sesungguhnya, pada yang demikian itu benar-benar terdapat satu tanda kekuasaan Allah, dan kebanyakan mereka tidak beriman. Surah Asy-Syura ayat 7 dan 8. Shadaqallahul Azim. 对王直先生来说，虽然他忙着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从不忽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而最近他已经有了一个孙子，这可以说是家里的一件大喜事，所以他当然不会错失机会享受家庭所带来的天伦之乐。快乐的家庭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重要财库。每当一个人踏入中国，他必定会感觉到中国社会那种工作环境的气氛。因为作为一个从干支部书记，也作为书记，作为带头人，办事必须为群众所做，谋事要为群众所谋，可是共同利益必须要走向这个社会本社会主义小康。因为我们从百家文明村，你像每一个党员，把说是一个带头人，你必须要为这个新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所想。袁富平家族在西安市郊区拥有一个分
今天栽了五年，前三年没有刮过，后两年刮过了。这个腐长上长相特别好，果子也刮得好。这个这次咱们潍坊区也是统一在这个刘村部乡村万亩果园，是搞的这个县优良品种。这一亩地现在可以能卖到4000-5000块钱。袁先生和农民们在这里得到国家新农业政策的种种措施所带来的益处，其中我们可以得到农业管理员宝贵的咨询和劝导，也可以得到工具和赞助，而最重要的还是由政府管制市场的条例，比如说这些果园所出产的桃子。这里是西安市承包商的市场，成为承包商和当地农民的接洽地方。刚刚收集的桃子将售卖给市场的承包商，因此这个时候农民们就可以享用他们对土地努力耕耘的成果。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فكلوا مما رزقكم الله حلالا طيبا واشكروا نعمة الله إن كنتم إياه تعبدون Yang bermaksud maka makanlah yang halal lagi baik dari rezeki yang telah diberikan Allah kepadamu dan syukuri nikmat Allah jika kamu hanya kepadanya saja menyembah. Surah An-Nahl ayat 114. Sadaqallahul Azim. Kami 揭开这位来自马来西亚青年的成功创业。他一边旅游一边经商，后来他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他也娶了一位当地的少女。现在他要证明我们也可以远到中国学习。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至圣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Thank you.